天眼佛体我利益人，我损害人格各不同人，是业报，是我眷属。有形世界多恶少生，国人家贫我成一聚落，状元方生或有男子女人，修谋发善事，乃至宣一番一盖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多尊敬。烧香供养，一句一偈，我等归往尽女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世诸小鬼，各有他力及土地分别，令为护不令二世恨世恶病恨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施舍等处，何况入门？佛藏归往，善哉善哉，汝等即于阎罗难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以告方王帝师令为护如所示，于是会中有一鬼王，名曰祖名白佛言：世尊，我本也愿作阎罗人，名生死世时，我皆住持在我本愿身语里，以自是。众生不悔，我以智力生死去不得，何以故？是言菩提人出生之时，不论男女，或于生时，但作善事，曾以舍财自利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于眷属，或以身下身无杀害，去诸贤为恭喜参母及。光具眷属，饮酒食肉，各月玄关，能令子母不得安乐。何以故？是善男时有无数恶鬼，即魍魉精魅，于是行邪事，我造灵舍在土地，灵气呵护子母，是因安乐而得利。如是之人，皆安乐故，便可摄佛大诸土地，方为上位，即去眷属，以是之故，凡养子受之母俱损。有阎浮提里命中人不闻善恶，我于临时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求善根？曾我立佛誓言，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中时已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应皆亡人，零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世尊如是言菩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生死昏昧，不变善恶，乃至阎罗更无见闻。是诸眷属，当须舍他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若是善愿，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是作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声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每人处见杀害之罪，宵小恶业和多恶趣，这心即解脱。佛告诸名鬼王：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入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此生世世如魔推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鬼王白佛言：愿不忧虑，我必是心念念永护念佛众生，生生世世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一生世世心受我欲，心不解脱，获大利益。尔时佛告地藏菩萨：是大鬼王，诸名者已曾经拜千身，作大鬼王，于生世中永护众生。
是大师慈悲愿故现大鬼身，是非鬼也却后过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解明安乐世界明净土，其我寿命不可计劫。地藏是大鬼王，其实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成佛名号名第九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一事，彼生世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罪苦流到众生，言不是一事，尽真实事，为当所说无极涅槃时，如照彼时愿，无疑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毫无边身，如来若有难自离人，闻是佛名，产生恭敬，即得超越世事皆生死重罪，何况所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或无量无边，由于过去恒而杀戒，有佛出世，好报心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贪之心，发心皈依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好摩头摩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比喻阿根世人当得千般身语，由于天众何况自心成念，由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生起，皆有佛出世，好事之后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好去了生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知心忏离和佛赞叹，世人于现界前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去，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好毗婆室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而到长生人天，受生妙乐，由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好报生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而到常在天上，受生妙乐，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好报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深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由于过去无量而生起，皆有佛出世，好袈裟众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好大通三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这是世人得于恒河沙佛广为说法毗僧菩提，由于过去有净月佛、三王佛、智胜佛、净明王佛、智成就佛、无上佛、妙胜佛、妙月佛、圆明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是众生得生死世世，只得大利，终不堕而道。若有临命众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苟舍念一佛名，是命众人，除恶见罪，欲业报等，悉得消灭，是无恶见罪，随之即中恭敬，一切了不得。
真是临命终是他人为其成念佛名，于是最终一切消灭，何况众生只称此念佛无量灭无量罪。地藏菩萨本愿尽全众力，波利波提求和求和提陀罗尼帝利和难帝利尼尼帝摩诃切帝陈帝切帝萨摩尼波利波提求和求和提陀罗尼帝利和难帝利尼尼帝摩诃切帝陈帝切帝萨摩尼波利波提求和求和提陀罗尼帝利和难帝利尼尼帝摩诃切帝陈帝切帝萨婆诃。大众请起，普贤切我大家阿弥陀佛。海涛要在这边从内心里面由衷的感恩所有护持生命电视台中华护生协会。为什么？因为护生协会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在抢救各种的有情生命，牛也好，鱼也好，螃蟹也好，不分国家，不分地区。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所有的生命都是未来的佛，所有的生命都是佛陀的独生子。所以愿各位发愿，生生世世不间断的保护救护各类的生命，这就是生命电视台保护生命的宗旨。阿弥陀佛。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